你回去吧。嗯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去吧，放心。 干什么？啊！他们说让我来见个人，我还以为是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鬼兮兮的！哎，刚才小马叔来我家了，从他包里掏出了一只鞋子，是右脚的，上面还写着个“君子”。他们说到你爸，还有说什么建军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事肯定跟你有关。我把这事告诉你了啊，你挺住啊！ 什么东西啊？在哪儿找的？在哪儿找的？何部长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就是怕这东西刺激到你，所以我先找张团长汇报了。我问你在哪儿找的？在一棵胡杨树上，离咱们兵站大概有30公里。然后，主要是这上面还压着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石头。
这么大事的，这么大，那旁边还有什么？旁边啥都没有，就是胡杨树。我那天还在附近找了一公里，一直找到天黑，我在兵站住了一宿，这不今天才赶回来吗？ 您不可能把那么大的石头挂上去，旁边有人吗？有人烟吗？我听说那儿以前是个客栈，可是近些年就没什么人。反正我每次开车的时候都没见有人。何部长，您别着急。 我没看见人，那也不代表那真没人呐。小马啊，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啊。这鞋的事儿，你们俩都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告诉我爱人，不要跟你嫂子说。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说，好吧？知道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弟弟建军的消息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不上学啊？ 什么消息啊？元昭跟我说发现建军的鞋子了，这是不是真的呀？哪有建军的鞋子啊？你小马叔叔在这块儿，你问他。你肯定听错了，哪来的鞋？没有，没有吧？这是建军的鞋，这就是建军的鞋，这是建军的鞋子。 真的错了，爸爸对不起。等着爸爸到处工作的时候，一定去找弟弟，好吧？哎呀，不行，爸爸，你别再弄了，咱们得现在就去找你，别再弄了，快走，快走！行了，嚷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部队，你说走就走啊？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？ 弟弟的鞋不是找到了吗？找到弟弟鞋，就说明弟弟还在。那弟弟没准在谁家里呢？你弟弟那么聪明，人家肯定会对他好的。你都这么大的孩子，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爸爸，那你得说话算数。爸爸说话算数。 爸爸和你一样，也想弟弟。等爸爸到了时间，一定去找他啊！好好上学，听话啊，去吧。
这孩子真可怜。小马，你开车把孩子送回学校去。是。 再不能让这孩子受折磨了。这两天我跟司令员请个假，你给小马找个车，带着我去那个地方再跑一趟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 地方太远了，我车开去哪儿是要报告的。我这说走就走，那不违反纪律了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你爸肯定会派人去找的。你的任务啊，就是回学校好好学习，啊。你弟弟肯定能找回来。别哭了，建国。这样吧，我找机会。 陪你去找，行吗？真的。真的。别哭了啊，一会儿脸都删了啊。小马啊，哎，一会儿到了大河沿以后。 装上车，让王连长呢带上这些东西，先去，给我们腾出一天半的时间，出发。好的，走吧。 部长，哎，部长，那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了吗？部长，都准备好了，我准备了三个人，三天的口粮和水，而且所有咱们在野外可能用到的装备，我全放车后边了。好，部长，你找个建军，完成我的心愿呗。心愿？好啊，说吧。原子弹爆炸的时候，让我到跟前看看。看你的路吧，部长，到时候我也去看看。 首长，就是那边火药林。副长，当时鞋就放在这儿，上面还压个石头，那指定是人为放上去的。完了那天，我在这个方向搜索了1公里，可是没什么发现。哎，你说这牧民啊？ 他都把建军找到了，他就不能给咱留个纸条，写着地址，咱们就找过去了。你想什么呢？牧民放牧，哪有草，羊就去哪儿，羊去哪儿，家就在哪儿，没有固定的住处。再说牧民也很少使用汉字，他怎么给你写字条啊？
这样啊。小张，小马，到。小张，你在这看车。是。小马，咱们俩带好干粮和水，分头去找。不管怎么样，天黑之前必须赶回来。是。来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啊！来，去吧。建国，你妈妈可真漂亮。这些话你还是待会儿当着我妈妈的面跟她说吧，省了打针的时候你哇哇大哭。我才不会哭呢，谁信呢。哎，对了，你怕吗？怕什么？打针怕不怕疼呢？我打针可不像女人一样哭，我是军人的孩子，我爸是汽车团团长，用我爸的话说，我这皮硬得像铁皮，子弹都打不透，会疼的。子弹我都不怕，还怕打针啊？你可真能吹。把眼睛闭上。哎呀，该你了。好。放松。好。别动，别动。哎呦。好，别动吧。你别笑人家，其实你也不咋地。待会儿你也要。李阿姨，我可是见过最好的朋友。哎呀，啥？你个铁皮子，铁皮吹的都叫做棉花皮。好了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就是棉花皮。哎，把针给我。疼吗？不疼。好儿子，好，摁着点啊。小林，林医生，我有点事情想找你帮个忙。你说。我想要个孩子，可是我来基地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都怀不上。你先别着急，这样，这怀孕啊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你们空了把老徐给我叫过来，一起到医院我给你们看一看。我和老徐一起去医院。知道了，谢谢林医生。你先去忙吧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再见。丫头，别看了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干嘛？来，过来。哎，干嘛呀？坐好。干嘛？泡脚。这是我舍不得用剩下来的水。你说你啊，在学校一站就是一天，那这多累啊。这医生说了，要多泡泡脚，活血化瘀，对身体好。老徐，厂区回来一趟要跑好几百公里，累了吧？哎，那抱孩子的作业都交了吗？还是你有办法。
我这一去上课，这些孩子的作业都交齐了。真的？嗯。还有一条辫子带着吗？嗯，没了。我都说什么了？这些孩子不能惯着，严师出高徒。我要是有孩子，我就天天教育他，一定要让他有出息。远征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有空的话，去一趟医院吧。去医院？林医生说让你去检查一下。检查？我检查什么呀？你别着急啊。我不是一直想怀个孩子吗？你说这都一年多了，我也怀不上。我觉得，是不是咱俩谁有问题？我能有什么问题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出去凉快凉快。大晚上的上哪儿凉快啊？你侮辱到我了。署长，来吃馒头。行吧。哎，部长，你说咱们要是一直在这儿等的话，那些牧民能不能把杰军给送回来？牧民四海为家，居无定所，走到哪儿算到哪儿，怎么可能再回来呢？咱们现在啊，干的是天大的事儿。等着这件事儿干完了，干成了，我就回来找儿子。我就在这儿等，一直等到老，等到死。我也要找到我的儿子。何部长，您早点休息吧。明天我们再去找，我们今天没有搜索的地方，我们再去找。只要有希望，就一定能找到监军。对啊，部长，至少。至少咱们现在知道建军他一定是遇到好人了，你一定能父子团聚的。但愿如此吧。一定会的。老李啊，你这大半夜的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拉点物资给下面送过去。哦。哎，团长，怎么了？大半夜的，被老婆轰出来了？谁让老婆轰出来了？我出去散散心。散心？团长，你真能开玩笑。老婆那么漂亮，大半夜的出去散心，谁信呢？你爱信不信。哎，团长，开玩笑嘛！我说你都娶老婆了，这脾气也不能改一改。改什么改？哎，好，正好找你说件正事。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不是找你说，是求你老婆帮个忙。求我老婆帮个忙？帮什么忙？啊，是小欢的事儿。我明天抽空去你家找嫂子。哦，好好。哎，明天正好咱俩喝一盅啊。好，明天喝一盅。哎，我走了，徐团长。好，来。
郭部长，要不咱们再去别的地方找找？这两天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来找，回去吧。是是。李家的袁，你是个了不起的人，嫂子她一定不会离开您的。再说还有小欢呢，不是吗？嫂子她一个人也不容易，等我们的试验成功了，一切就都好起来了。再说现在在马兰两地分居的人也不在少数啊，不怕您笑话，其实，我之前遇到和您一样的状况。哥，我回来了啊！回来了。哟，李家的袁，你来了！哎呦，小欢，哎呦，这可爱的小家伙也来了。许叔叔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李家的袁。您这是眼泪吧？这咋回事啊？这打鬼子的时候，那子弹把胳膊都打穿了，你都没哭过。啊，抗美援朝的时候，那个这个美国的那个汽油弹，差点没把人炸死，你也没哭过呀？这咋了？眼泪巴叉的，怎么像女人呢？哎呀，徐远征，你别说了。怎么了，林老师？小欢，我们走。安娜，林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哎哎哎哎，老李老李，哎，你叫了人，叫了人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这老李，跟我进来。啊，进来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他刚才说一个什么？你说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能拿别人的伤痛开玩笑呢？我没开玩笑啊，我看着不习惯啊。这老李在战场上那不是擅长。那今天眼泪巴巴的，我看不惯。你知道吗？李教导员的爱人可能来不了新疆了。为什么？你说他一个大男人，又当爹又当妈，多不容易啊！你还嘲笑人家。我刚才听他的意思，他爱人可能要改嫁。改嫁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哎，你刚才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让我说话了吗？哎，没事，老李这个人我了解，这事儿呢他肯定能处理好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你了解什么呀？那是女人的事儿，只有女人了解女人。这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件事儿啊，还得老李亲自出马啊，做好这个思想工作。哎，就像我。我当年要不是让组织啊捎信给你，那你说说，那你能来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当初差点就来不了戈壁滩了？差点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是总得不到你的消息，就有可能改嫁了。改嫁？这是真的？嗯。是真的，不是。你来马兰的时候，你怎么没给我讲啊？我那个时候一门心思要回到你身边，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呀？哎，那个谁，曾什么来着？曾满志啊，对，曾满志啊，他，你们俩现在还有联系吗？哎呀，徐远征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。其实啊。我还得感谢他照顾我妈妈呢。那就是说，
我那一封信啊没有转到你的手里，你就真的会改嫁，是不是？如果再收不到你的来信，也许会。我明白了，这老李为什么哭啊？他真的是上街了。哎，徐远征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李先生。老徐，来来来，给你坐。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呀？哎，这小林呢？啊，小林在家里吧？怎么脸色不好啊？吵架了？没有，我今天来就是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。行，你说吧。这比方说啊，一个女人想怀个孩子，但她总是怀不上。嗯，这会是什么原因？哎呀，这个原因不好说呀。比如说，可能是这个女人自身的身体状况，反正方方面面吧。那你说，啊，是这样。咱们部队啊到戈壁滩来快一年半了啊，我呢也不在他身边。这林如雅说我们分别是一年多，有个男的帮助过他。林如雅会不会？老徐，你怎么能这么怀疑自己的媳妇儿呢？你说小林是个多好的同志啊，千里迢迢从大城市跑这戈壁滩来陪你吃苦受累，一点怨言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这么怀疑他呢？不是，你说说你这都想什么呢？一天到晚的，我心里憋屈的话。你说林如雅，她说要给我改嫁，你说那都是说的气话。你说说你，行了，哎呀，我不想听你在那瞎扯，你赶紧给我出去了。行，我过来就是跟你说说。他这个，行了行了，我根本就不想听你在这瞎扯。是我的笔记，怎么了？徐团长，咱们部队有规定，你不知道吗？不能透露任何与原子弹有关的任何问题。而你这上面又是有控诉，又是说你如何伟大，啊，任务如何光荣，你这已经牵扯到泄密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咱们部队有纪律，你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，必须等候组织的处理。
徐远征，徐远征，你出来！走。司令，上车，跟我走。好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？肯定不是看风景来了。我是让你看风景来了，让你最后再看一眼这戈壁滩，也许以后你就看不到了。司旅，你是要枪毙我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也许你真要离开这儿了。让我去哪？你可能要回到内地，马兰留不住你了。司令，这不对啊！你就让我死都行，可要是因为那封信，你就让我滚蛋了，那我徐远征这丢人丢到家了都。事情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你违反了基地保密纪律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忙我帮不了。徐远征啊，徐远征，你的心能不能像戈壁滩一样，再宽广一些，再大度一些？我们到戈壁滩干嘛来了？过娃娃家。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兵了，为家庭这点琐事，你竟然忘掉了纪律？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冲锋陷阵、流血像流汗一样的徐远征吗？事情搞得再清楚一些，完了再向我汇报。至于其他的，你们再下去检查一遍。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出伤亡事故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是。报告。进来。司令，徐远征怎么处理的？徐远征怎么处理的？这小子现在全马兰都在看着他呢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徐远征的事啊，我刚刚听说。说实话，这小子平时确实是很多毛病。可是现在你说工兵团要是离开徐远征，这工兵团真是玩不转啊！有谁能一天修800米的这个厂区的道路呢？有谁能带着工兵团3个月完成6个月的工作？司令，我这可不是替他说情啊！我这是替保障部说情，我这是替核试验事业说情。司令，要不这样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先给他个处分，然后呢，让他继续当这个团长，继续在工兵团，啊，让他好好工作，以观后效。如果他干得好，哎，这个团长继续让他干；如果干得不好，那就把他这个团长给他撸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既给了他处分，同时又教育了部队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云里雾里，我常常想起你，魂牵梦绕，让我无法忘记。哪里是养育我伤